亲爱的朋友，亲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在天人之间这一个频道里，我们又能够在一起相会，我们能够有一点时间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很快的就要过这一个世纪，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我们怎么来面对一个新世纪的挑战呢？要成为一个进入一个新世纪的现代人，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来面对这个新的世纪的小挑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要成为一个跨世纪的现代人，我们需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能够舍己。能够舍己，舍己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可能舍己这一个信息呢，也许不太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潮。现代社会的思潮常常讲到的是怎么样认识自己，怎么样肯定自己，怎么样接纳自己，怎么样能够自我成就，怎么样能够自我实现。我们讲的好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没有错。这一个世代的发展是一个人本的一个发展，是一个以个人为本的，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整个圣经的思想却是截然相反的。整个圣经的思想乃是逆流的一股清流。圣经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舍弃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3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现在可以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一处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也可以安静的听我来读这一节的圣经给你听。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再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这一段圣经讲到，如果有人愿意跟随耶稣，什么样的人要跟随耶稣呢？其实所有的人类都应当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为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都应当接受他，相信他，跟随他。那每一个基督徒呢，你接受了耶稣，你相信了耶稣，当然你没有别的路了，你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跟随耶稣。而我们要怎么样跟随耶稣呢？我们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因此舍己是面对一个新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要有的一个特质。圣经怎么来讲到舍己呢？圣经讲到舍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我们就当舍己。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先舍己，是什么人先舍己呢？是耶稣先舍己，他先舍弃自己，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才跟从他。而我们要跟从他呢，我们也需要舍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人先舍己？是耶稣他自己先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耶稣舍弃什么呢？耶稣舍弃了那个创造的这一位上帝的那个地位，他从高高的那个宝座之上，他舍弃了那个宝座的尊贵，他舍弃了那个宝座的权柄，他舍弃了那个宝座的荣耀，他成为一个受造的一个人的样子来到这地上。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乃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腓立比书用奴仆的形象，所谓奴仆的形象，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的这些人的样子。我们这些人应当来服侍这一位创造主，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位创造主他自己呢，成为一个受造的一个人的样子。如果呢，我们稍微能够明白创造者跟受造物之间的这个决然的这个区别，如果我们能够稍微了解那个创造者的尊贵以及受造之物的那个卑微，也许我们看到许多的物质都觉得不错，你觉得你的手表很管用，你的手表做得非常的漂亮，虽然不是满天星，不过大概也是很漂亮的。但是谁造这个手表呢？是人类，人类的智慧，
人类的整个构造，人类的本性，难道不比这个手表要高超了好几千万倍吗？而这一位创造主，他的尊贵比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他超越何止千万倍呢？但是这一位创造主，他却舍弃了他自己原有的荣耀，他舍弃了他原有的尊贵，他舍弃了他原有的权柄，他来到我们这受造的这一个地上，成为一个人的一个样子，成为一个受造的样子。当然我们都觉得人不错，人万物之灵，但是比起那一位创造者来说，人是何等的卑微啊！人是何等的卑微，人在整个宇宙的当中，人是何等的渺小。而这一位在宇宙之上创造宇宙的这一位，他却愿意成为一个受造的一个人的样式。耶稣就是这样来为我们舍己，耶稣不但是这样为我们舍己，他来到这地上，这位创造者还来到地上，被这些受造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只为了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要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那舍弃自己在地上的生命，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创造生跟死的定律的这位上帝，他就为我们人的样子生在地上，为我们人的样子尝了那个死的那个味道。三天以后，当然他又复活，因为这一位创造生命定律的这一位上帝，怎么能够被死的这个规律来辖制呢？所以耶稣又从死亡中复活。可是呢，单单经过生，单单经过死，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耶稣，他为我们所舍弃的，我想实在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不是我们小小的感情，不是我们小小的理性的思考所能够完全体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舍己，耶稣不但为我们舍己，耶稣乃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耶稣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舍己的榜样。他既然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立下了一个舍己的榜样，所以耶稣就呼召我们说，你们也应当这样来跟从我，应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此，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舍己来跟从耶稣，只有这一条道路。那什么叫做舍己呢？更简单的说呢，舍己就是要天天背十字架。十字架有些人的确天天背了，我特别看到很多的小姐，甚至很多很多可能不是基督徒的一些很漂亮的这些爱漂亮的小姐女士们，她们都很喜欢挂一个十字架。以前呢是挂一个金质的十字架，也许就挂在像就挂在这个衣服领子里面哈，那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金子做的。那现在呢很流行用那种塑胶的或者木头的做的大大的十字架，就挂在胸前，挂在衣服的外面，那好像很流行挂十字架，好像就背着十字架。但是圣经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挂一个十字架，或者有些人挂一个十字架的胸章这样就算了。不是那么简单。十字架不是一个漂亮的记号，十字架反过来，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因为当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需要在十字架上挣扎，他钉痕的手裂开了，血流下来，但是很快的又凝结了，再次的挣扎，又再次的那个伤口又再次的来绽裂，那就是这样的痛苦折磨。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十字架也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因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人是被大家唾弃的，是被大家辱骂的，是被大家羞辱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许多的人在十字架前在那里辱骂他，他们在那里侮辱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自己可以从十字架上再跳下来呀。他们在那里吐口水，在那里极尽羞辱。因此十字架是什么记号？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是什么记号？十字架是一个死亡的记号。因为十字架被钉在上面的就是死的，没有第二条路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死亡的记号。所以十字架呢也是一个罪的记号，因为只有罪人才被钉在上面。耶稣被钉在上面，他是唯一的义人，他虽然面对各样的试探，可是他没有犯任何的罪。而耶稣呢，他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承担了人类历史，人类每一个人的，我们所有的罪性，我们所有的罪行，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承担了。因此十字架也是一个对付罪的一个记号。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愿意来面对这个新的世纪挑战的人，我们需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怎么样来舍己呢？就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所谓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虽然有时候需要舍己，舍己到被人误会，舍己到被人羞辱，舍己到被人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人爱，舍己到一个程度让人家觉得啊，你这个人这实在糟糕透了。即使是这样的程度，我们需要背那个十字架来承担痛苦，我们需要背那个十字架，甚至有一天到死的地步。纵然需要这样，我们也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呼召我们要这样来跟随他，你愿意走这条道路吗？当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是面对极大的挣扎和痛苦。你还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那里的一个祷告吗？耶稣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若是可行啊，宁可叫这杯离开我，因为太痛苦了。耶稣在那里汗流下来，一滴一滴的，却像血一样的滴在地上。上帝差遣许多的天使来帮助耶稣，可见耶稣在那一刻有何等大的痛苦。而耶稣呼召我们说，来吧，来跟随他。怎么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我们再更具体的说，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呢？我想有四个步骤，让我们真正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成为一个舍己的一个现代人。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坐下来计算发挥，算一算我们要付多大的代价，你肯不肯付这样的代价？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要成为他的门徒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爱他超过爱地上的一切，甚至要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舍弃这些真正的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想一想，你能不能付这么高的代价。如果付不了这么高的代价，趁早可能要重新再想一想吧。耶稣说，哪有人盖一座楼盖到一半没有钱了？不行，你一定要事先想好。哪有两个国打仗明明打不赢你还去打？不行，你要事先想一想。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计算一下那个到底要付多高的代价，要发挥多高的代价，要想一想，想清楚了我们才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有一部电影，可能不少人看过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就叫做《火战车》。那是描述一个英国的一个运动的选手，这个选手他的名字叫做连埃利，他是一个100公尺的运动选手。当他要到这个美国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在船上才得到电报，那个赛程呢在航行的途中，他们才得到这个电报。对不起，他们是要到法国去参加比赛。到法国去参加比赛，在船上他们才得到了这个电报，知道自己的比赛的这个行程。这个连艾利发现呢，他100公尺的比赛是安排在礼拜天，他就想，礼拜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礼拜天怎么能够去参加比赛，而不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呢？可是他也知道，这是他一辈子当中唯一一次可能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这个100公尺比赛的金牌的，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因为运动选手他的体力造成了他的整个运动的这个生命其实没有那么长，所以他心想，这一辈子如果要得到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100公尺比赛的金牌，可能这是唯一一次的一个机会了。但是呢，他想，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应当遵守礼拜天是圣日，我要到教会去参加礼拜敬拜上帝，或者我要参加100公尺的比赛呢？他都不晓得怎么办。甚至呢，他也知道全英国所有的民众都在期待，全英国所有的民众都在期待着他这一次能够拿到金牌。但是他该怎么办呢？最后他的决定就是，他要退出比赛，因为礼拜天他不能够去比赛，他要到教会来敬拜上帝。而他有另外的一个好朋友呢，叫做埃哈诺。埃哈诺他是参加400公尺的，
那当整个消息透露出来，这个艾哈诺也很难过，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最有可能拿到第一名。当消息传出来，整个英国沸腾了，整个英国的民众沸腾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最可能拿到为英国拿到一面金牌的，居然要去礼拜堂参加礼拜，连英国的王子都召见了这个连埃利，希望他能够打消到礼拜堂参加礼拜的主意，而能够去为英国，为英国的百姓能够得到一块金牌。可是呢，连埃利他仍然坚持礼拜天他不出赛，他一定要到礼拜堂来参加礼拜。后来呢，好像上帝特别感动他，他就想到一个可能，就是跟他这个好朋友埃哈诺两个人交换，他去参加400公尺，让埃哈诺来参加100公尺。当然了，一个100公尺的一个选手要去参加400公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体力的调节各方面的条件都不一样。可是呢，当他们两个这样交换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连埃利果然他跑400公尺而为英国拿到了一个金牌。这个火战车这一部电影大家看的一定印象很深刻，大家一定非常的感动。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连埃利后来他拿了金牌以后，后来他去哪里呢？连埃利拿了金牌以后呢，后来呢他来到中国，他在山东的那一带做宣教士，加入内地会，他在山东那里传扬福音。在八年的抗战的当中呢，他死在日本的集中营的里面。我们想到连埃利，一位为上帝舍己的人，他计算代价，他知道他如果要敬畏上帝，他就不能够去参加比赛，而不能够参加比赛，他所要付的代价就是一块金牌。他也辜负了全英国人所有的期待，他知道那个代价，但是他仍然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的来跟随耶稣。而这一生他不只是为英国得到一块金牌，我相信他来到中国，在山东那里更是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认识上帝。因此我相信在天上，上帝有另外一块更大的一个金牌在那里等候着要颁发给他。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跟随耶稣需要付上这么高的代价，你还愿意跟随吗？你还愿意天天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学习放弃现有的利益，放弃别人的期待，放弃自我的期许，而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而背起这样的十字架，舍弃自己，愿意来跟随耶稣吗？你愿意这样吗？如果愿意这样，那我们能够得着一个舍己的生命，我相信将来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荣耀是更大的。舍己不但要计算发挥，第二方面，舍己需要怎么样呢？舍己需要能够撇下一切，需要能够撇下一切。撇下一切到什么样的程度？撇下一切到能够舍弃自己生命的程度。撇下你的理想，撇下你自己的喜好，撇下许多的前途，撇下一切，甚至能够撇下自己的生命。若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舍己的一个基督徒。刚刚我们提到一部电影叫《火战车》，有一部更老的电影，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看过的。这部电影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刻，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用吹口哨的，一定很多人都听过这一个主题曲。这部电影叫做《桂河大桥》。桂河大桥呢，是在描述在日本所占领的这个缅甸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关了很多被俘虏去的美国的军人跟英国的军人。而日本的这些战俘营的这些管理的军官非常的凶悍，他们要求这些战俘呢，透支体力的在那里要建造一条跨越山谷的一条铁路的一个桥。所以做工呢，做桥很重要的就是工具。有一天呢，这些战俘经过一天很长时间劳累的工作，他们回来了，清点工具的时候发现了少了一把铁的圆锹。那这个少了圆锹呢，对一个战俘营集中营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就怕有人带着这一把圆锹可能挖地洞，可能就逃出战俘营。所以这些日本的军官就非常的凶悍，他说无论是谁拿的，再不交出来，他就一个一个把所有的战俘全部都枪毙，只要没有人承认，他就随便抓一个出来，
认为是他拿的，就枪毙他。再没有人承认，再抓一个出来，再枪毙他，直到整个战俘通通枪毙完，也要把这一本铁锹要找出来。当这一个日本军官这么凶狠的拿出枪来，准备要枪毙第一个的时候，有一个战俘就走出来。这个战俘走出来就说，这一把铁锹是他藏起来了，啊，是他藏起来了。那这个日本指挥官呢，立刻就拿出他的枪来，立刻把这个战俘就枪毙掉了。当枪毙掉以后，他来不及问那一把铁锹到底藏在哪里。当要解散战俘之前呢，这个指挥官又突然想到，再次的下令重新清点铁锹。结果他们发现清点之后，发现铁锹并没有遗失，原来是前一次清点的时候数错了，没有遗失铁锹。但是这一个战俘为了要救整个战俘营所有的战俘，所以他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至于这个战俘营里面所有的战俘大家都非常的受感动。这个战俘营的战俘，原来他们常常有彼此的猜忌，彼此的斗争，彼此的打架，但是呢，因为这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战俘营所有的战俘他们在一起，他们来学习怎么样在那种极度的痛苦的里面来学习彼此相爱。当战争结束了，这些战俘很痛苦，经过了那个集中营的日子。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些日本的军官很惧怕，他们就很惧怕这些战俘要报复他们。但是呢，这些战俘一点都没有要惧怕，也一点都没有要攻击他们。这些战俘甚至怎么说呢？这些战俘甚至他们说没有怨恨，不再杀戮，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宽恕。为什么这些战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曾经有那么一个战俘，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救整个战俘营所有人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舍己的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需要撇下一切，甚至撇下一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甚至撇下一切到能够舍弃自己生命的程度。第三，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舍己的人，天天背起十字架，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那里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最需要舍弃的是什么？最需要舍弃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这些东西，最需要舍弃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人，我们的自我最需要舍弃。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对付我们这个自我。你愿意对付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吗？如果你愿意计算花费，如果你愿意撇下一切，如果你愿意这样来对付自己，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舍己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同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跟随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